再拍一次，全班人围在女同学身边，拿手机咔嚓咔嚓狂拍，还要求再多翻几次白眼。原来女同学的模样太可怕了，居然张大了嘴，露出长长血红色舌头，长舌女妖的鬼装扮有够逼真。设定就是要她嘴巴下巴是掉下来，她是偏向比较恐怖的，所以舌头会伸得比一般人都还要长。10月31号是夕阳万圣节，嘉义这所学校邀请陈姿婷老师示范特效彩妆，得先将恐怖鬼脸翻模雕塑，做好的女妖假皮贴在脸上之后，再喷上肤色修饰，还要另外装上假牙以及帮舌头涂色，制造出湿润感。差别蛮大的，就是现在这个比较难讲话一点，但是实际上都可以做到。装上假皮之后，让担任示范 model 的女同学开口说话变得困难。长舌女妖鬼装扮全程画完得花3小时，惊悚的女妖模样、肌理纹路都超逼真，不仅让同学直呼神奇，也展现了彩妆老师的真功夫。记者侯国恩嘉义报道。